没有张力怎么办？玩智老师办法多，请看。这把如果谁赢了，谁就演斗牛士。来，准备，石头剪刀布。好的，你演斗牛士。石头剪刀布。好的，你演斗牛。那你就只能演牛了。你演一个斗牛，你就是斗牛，该在哪里？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从这边你演一头牛，你这样，手这样，对，这样。好的，那这是不是撑开了？它不撑开会怎么样？一下牛一下顶上顶上，懂了吗，孩子们 ？Later。好的，那这是不是撑开了？它不撑开会怎么样？一下牛一下顶上顶上。